小 S 昨在脸书贴出照片，趁着暑假结束前和老公带孩子出游，其中一站来到六福村。她曝光自己在六福村的防晒穿搭，这套救了我，绝对晒不黑。但路人一直看我，她和徐老三全身穿着荧光绿，防晒措施做得滴水不漏。她甚至将外套拉链拉到最高，整张脸都包起来。网友看了笑说，行走的荧光棒，完全认不出来是你呀。陪孩子出游也让他大喊，真的快把我累死了，开学的日子怎么还那么远。苹果新闻网报道。